陈心，其实单一凡的秘密是会变身，他只要跟人接触超过5秒，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样子，只有亲我才能变回自己。知道了。你信我？信。所以你喜欢跟他接吻吗？啊？喜欢，还是不喜欢？ 干嘛这么问啊？哎，你谁啊？陈心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是单一凡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 情窦初开不是你，只愿细水长流是你，柴米油盐是你，白首也是你，就这点小伎俩。我对你没有兴趣，这种小把戏，你以后就不要再耍了。 这你写的？这不是你写的吗？这是我字吗？我用这颜色吗？是，对不起，单总，这个是我的，是我刚才不小心放的。干嘛？不是你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是吗？不然嘞？你是一点儿也不想跟我结婚？ 我就想找一个我喜欢又喜欢我的人，单总，你占了哪一点？你说啊！有人在偷拍录呢。让他们知道我们不和，单一凡又该上热搜了。你一凌乱了，我跟你讲。 你头发我帮你拨一下。嗯，咱俩拍个照吧，这边光好。行。单一凡，你不是不想成为道具吗？还回来吧。 干嘛呀？他要来了！你还走吗？你现在说这干嘛？那你还喜欢他吗？好，我投降。我心甘情愿成为道具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也不走了。我只是把他当做偶像，可以了吗？我已经送周董离开了。 你骗我！你为啥要骗我？遇见你是何等荣幸，在那段阴雨世界里，你。哟，小丫头长得挺漂亮。 当我女朋友了？你有病吧？不答应是吧？别怪我不客气。走。输了吧，手下败将。 这是爱情吗？露露这边。哟，你怎么？
怎么才来啊？我听你妈说，你今天和你未婚夫一起来的，她不会不要你了吧？你该不会是又被甩了吧？哎，你们说啊，现在这女孩子她怎么就越来越不自爱了呢？这前几天呀还跟别人要去见父母，这一两天突然就傍上个总裁。我听说现在总裁啊特别喜欢找那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玩玩感情。<笑> 其实啊，就是用钱来买他们的身体，根本不会负责任的。蒋星城，你有病是吧？哎，洛洛，那你整天和大款鬼混在一起，万一得点什么病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洛洛，你要不去医院看看吧，到时候传染给我们多不好呀，是不是？你才委屈看看呢。夏洛洛小姐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太善良了，各位不好意思打扰了啊。 洛洛，他不忍心破坏你们的氛围，你们就欺负他善良对吧？不过洛洛，你应该感谢他们才对。如果不是他们两个劈腿搞外遇，我们能相遇吗？妈，没有，没有这个事儿，对吧？哦，那倒是真的，真得谢谢你们，夏洛洛。 这是我的主场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让我来的。各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单总，他是我们夏洛洛小姐的未婚夫，同时呢，也是这间酒店最大的股东。那么夏洛洛小姐就是这间酒店的老板娘。这位小姐，现在应该滚出去的人是你吧？嗯，我必须要跟你吐槽一下我哥，太过分！白天我妈拖延他时间，晚上他就来报复我，什么投资方，全是假消息。 哎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边。你在这待一会儿，我去拿点东西啊。在这儿，该走了，走，赶紧走，快点滚！ 哥，你别说话，我终于知道你的秘密了，你还好这口。<笑>